脸怎么那么漂亮？等于。阿斌，你在干嘛呀？等于。真想你啊！阿哥，我错了。等于。我有何罪？阿斌，我真错了。等于。岂能有错？我没吃醋。等于。啊！我真没吃醋。等于。欺杀我也！这有什么难的？等于。今日倒要让你认识我之厉害。嗯，这衣服真的很适合你。等于。都等急了。阿斌，好了没有？等于。真急死人也！哎。沈家豪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了。那如果我想给你买包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怎么办？那你就把钱转给我们就好。Thank you。这回事？我们是老板的传话人。我是沙。我是沙。哦，我是蜜。不是宝贝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你每天惹怒就生气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那你从现在开始一句话不跟我说了。哼，笑死。他想喝奶茶，一杯招牌奶茶，一杯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要热的，再要一杯冰的，一个人喝三杯啊？啊，那怎么了？来一杯热的啊！他来大姨妈了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老公，他想你了。我是谁？大声的说出来。你是我老婆。他什么玩意儿，那么紧急啊，他一定想吐吧。你们不累吗？我们不累。没事，给你俩放假。我们不在，谁给他传话？他说你是一个没 K 的男人。不鲁彪，不鲁彪，不鲁彪。